行李箱展示品出清690元起。过年想要出国玩，那就不能错过行李箱特卖会。专卖行李箱皮件的永桥举办一年一度的厂拍出清，平时展示用的行李箱最低杀到690元起。像这款原价近3000元的登机箱，展示品只要690元。虽然外观没有明显耗损，但款式非常老旧，样式不流行了。另一个展示箱也很便宜，原价3980元，出清价880元。这么便宜，不过看得出来脏污处非常明显。想买全新的行李箱也有，不过折扣就没那么杀，原价4680元，特价后1000多元。女孩们最爱的桃红色也有，25寸行李箱特价只要2300元。现场还有皮件促销，平常批发给购物中心专柜门市的皮带也推出均一价99元。软硬壳行李箱因材质不同，特性也不同，软壳如 EVA 帆布等材质，重量轻，延展空间大，但保护性较差。硬壳如 PP、PC 等塑胶材料，较坚固耐摔，但重量不轻盈。而硬壳行李箱上的塑胶膜要怎么撕才会漂亮不流血？有个小配包，只要拿针沿边缘缝隙轻轻划开，再将膜挑起来后，就能整片撕下。不过这场特卖位于巷弄间，停车非常不便，而且只收现金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